杨云是属于大众的，柳英是属于小部分人的，你是愿意做杨云呢还是柳英呢？兴奋起来嘛，今天有成千成万的人在等着我们呢。杨云，谢谢诸位的欢迎。小英，小英，我们这是中国文化广播电台 XMHV， 各位，本台从现在开始在中山公园转播音乐歌唱特别节目，现在正有成千成万的人在等候着听杨云小姐的歌唱。自己创造的东西在我死之前要是离开了我，那我不是毁灭了他，就是毁灭了我自己。先生啊，先生，